它这上面写的什么呀？照金精神，忠诚于党的坚定信念，顽强斗争的英雄气概，扎根群众的工作作风。嗯，读得真棒。来了儿子，是你的左膀右臂。对，就是。好。对，把门先一闭。好，关起来。把门关起。好嘞。现在我们出行啊，上厕所啊，还挺方便的啊。方便的很，慢点啊。方便的很啊，没事。有点坡。没事，我可以的。你别把我冲了啊。嗯。琪琪。嗯。你参观了革命纪念馆。有什么感想？我感觉那个年代的人过生活过得很艰苦。对，对，是的。你像我们现在这么好的生活，都是在那些勇敢的烈士们用鲜血给我们换来的，你知道吗？知道。所以你要好好珍惜啊，嗯，珍惜生活，嗯，还有就是，嗯，要好好读书，用你学到的知识，我们的生活过得更好，知道不知道？知道了。嗯，对。虽然我没读几年书，也不会给琪琪讲那更专业的那些历史的知识，但是带孩子来转转，增加一些见识，我觉得还是挺好的，是吧？是吧？是的。嗯，那这期视频就给大家先分享到这，再见。再见。再见。